我是阿布力，一名演员，大家都叫我东东。我将带你一起拜访住在海外的中国人。这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还是一部搞笑的娱乐片，我也不知道。穿过这片森林，等待着我们的是，他叫曾丽丽，和我一样是黑龙江人，现在住在日本。看不出来，哦，美啊！这里是岩手县大船渡市，美丽的海岸线，在日本国内也是很有名的。丽丽一个人来到这里打工已经3年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丽丽后天就要结束在这里的工作，回国了。好像第一次吧，拍，就是打算要回国的。所以你能回去应该很开心吧，很高兴吧？现在挺开心的。不过在这待3年嘛，也有一点不舍得吧。我们来到了有很多像围棋子一样小石子的奇石海岸。因为莉莉虽然在海边住了这么长时间，但一次也没下过海。这3年，莉莉过着往返于工厂和宿舍之间的单调生活。来到日本还没下过海吧？第一次。第一次。哎呦，太可惜了吧！这样的日子还有2天就要彻底结束了。3年。对。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第二天，莉莉工作的水产加工厂。5年前，东日本大地震时，所有的厂房都被冲垮了，但是现在已经恢复了原样。这家公司在这座城市很具有代表性。莉莉作为组长，管理着将近20个中国人研修生。从卫生管理到新人的教育，他都要负责。有时还会给日本人的工作人员做出指示。这天，莉莉在工厂的所有工作都结束了。好热，挺复杂的，再想干也干不了了。再想干吗？怎么说？其实挺不舍得的。大家都挺好的。日本人对我们也行，特别有几个就是对我特别好的。3年，辛苦你们了。三年，谢谢。晚上大家一起来吃烤肉，慰劳一下莉莉们。カルビーから。
下去吗？啊，下去。我以为你说他在这里呢。这样子不能带回来。这三年，丽丽们自己几乎没在外面吃过饭。好吃，好吃吗？好吃，嫩哦。我最喜欢吃的生马肉加生鸡蛋。生的，生的，可以吃吗？看，这样吃，如果知道它是生的，对，你要想它是马肉，就觉得不好吃。怎么样？可以吗？还可以。大家都不要了，已经尝过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吃吧。这时，我们向他问了在我们微博募集来的问题：饕餮鬼宁，回国给孩子做饭菜，最想做什么饭菜？哦，我儿子最喜欢吃。韭菜肉馅的饺子，哎，这有，韭菜馅的饺子，我儿子特别喜欢吃。维斯托尼，一个人在日本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嗯，支撑他的信念是什么？信念，为了就是能让孩子更好一点吧，再也是想。不想就是半途而废嘛，我可不想说等着以后孩子大了会说，哎呀，妈妈去日本三年，然后最后就是因为什么问题，没，就是还没结束就回来了嘛。就是你一直坚持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再就是也是想赚一点钱嘛。来到这块肯定就是说别的都是没有用的，主要也是为了赚钱。其实待刚开始人来的时候都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个穷山沟，就是也没有什么，没有玩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待久了吧，觉着还好吧，最起码看四周的环境啊挺好的，给人的心情也不一样。到了莉莉上班的最后一天。早上好，你先化妆了吧？你就这样上班啊？漂亮，可以。怎么了？就这样上班啊？啊，天气呢？这条路，莉莉走了三年，雨雪天也走过了这条上班路。但是流过的是海水吗？最后一天上班怎么样？心情挺复杂的。其实以前上班的时候每天都去，感觉有的时候觉得什么时候能熬到头，什么时候能回家呀。真正到这一天了，心情太复杂了。从宿舍出发后十分钟到达了公司。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さようなら。好激动现在。ここに置いてください。はい。カードもかな。カードも。先还常年使用过的工作制服。タイムカードですか。くるくるって丸めてるかわかんないんだ。知らないですか。見たことないですか。髪長いの。中国の人は切らないんだ。いや、そんなことないって言いますよ。日本に来ると、3年間も。あ、切らない。だから仕事で来ても帰るとき、これこんなに長いもの。ほら、给我看看你们的头发。ほら、長い、みんな長い。長い。三年，因为三年吗？为什么？三年很少剪，就剪过两次，一点点。自己剪吗？就剪过一点点。哦。为什么呀？理发费太贵了。哦。这天是公司为莉莉毕业生们准备的送别会。
生実習生の送別会を行います。技能実習生修了証書、定例で、国籍中国上智のものは日本国において上智の価値の通り技能実習を修了したことを証明します。はい、どうもどうも。はい、どうもさん。はい、どうも。では、皆さん、こんにちは。3年間長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が、振り返ってみればあと今です。おりしたすいさん来たのはまるで昨日のようです。本当に感慨無量です。皆さん3年間本当に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身持ち感謝の身持ちは胸にいっぱいで言葉では表せないです。私は中国帰ったら頑張りますから、皆さんもお元気で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彼女いるとね、仕事のモチベーション上がるの。あ、そうなんですか。すごい早い、できる。あ、何でもできる。え、ね、レイレイいろんな話いっぱいしたもんね。一番いいお母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我请吃鸭子哦。太快了，太快了。哎呀！他不是说你们老师跟着去住，是现在三个床把那个班搬过来，四个人了，是不是？好，那我们走了哈。太快了。加油你们。为了一家人独自一人远渡到异国的女生们，长年以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这天要毕业的包括莉莉在内的有三个人，之后还会有新的研修生来到这里接替他们的工作。四个月过去了，哈尔滨莉莉家，在做韭菜肉馅饺子的她，最喜欢吃这个饺子的人会是对，莉莉是为儿子做的。儿子看了这个节目，一定会更加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莉莉，这三年真的辛苦你了。我们现在每集都有回答问题中大奖的活动，这集的抽奖问题是：
殊的私人假期。说实话，我跑了这几趟，跟着你们车后面跑，我很困，很累。都能发火了。哎呀！暂停。犀利的啊！给他，给他，给他。哎呦！好恶心哦！好恶心哦！啊！啊！这个比广告更广告。我直接可以把这卖给7049做广告。详情请查看我们的微信微博。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每周四更新，一定要订阅我们哦。